经典演讲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Sophie。我是摩地企业的 Sophie， 那这是扎哈。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，可以在这边分享我们摩地企业今年夏天即将推出的新产品——终极战术卡宾枪。我们是致力于电动枪改装内部的零件，我们一步一步、一脚印的开始做起，一直到整把枪的完整、整把枪的完备。而且我们在今年2015年，我们推出了终极战术卡宾枪 XCC G1。也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。我们把 XCC G1 终极战术卡宾枪定位成一把好携带，并且一下场就可以火控全场的一级改装级义军枪。XCC G1 它搭配了13英寸 T-MOD 的战术鱼骨，以及军规皮卡T零进轨，你可以搭配各式各样的装备，让你在战场上发挥最大的效益。另外，大家可以看到枪管不摇头的设计，摩地里面采用的是3.4瓦斯钢管座多层式的锁紧设计，即使让你的枪掉到地上，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枪会有损坏的问题产生。再来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金属上下枪身。我们的上下枪身采用的是高合度铝合金，轻量且耐用。如同大家所看到 XTCG1 上枪身线条的设计感，另外加上弹夹口前方的锯齿状，防滑好抓握，所以即使你戴了战术手套，也不用担心会有滑落的问题产生。另外，后侧的喇叭口可以方便快速上弹。可调式的上弹座方便使用，而且可以快速做出精准的调整。再搭配6.1mm 精密内管，完美的搭配结合和使用。电动枪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精准度。没有精准度，就无法让你在战场上发挥最大的效益。大家都知道，在真枪事件中，真枪是用来打敌人的，而生存游戏的玩具枪是用来打朋友的。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，你必须要有完美的装备和安全的环境，才可以玩得尽兴。齿轮枪我们称为枪的心脏。摩地用制造手表的工艺制作改装等级的齿轮枪。我们的内部齿轮搭配的是 CNC 加工齿轮，如同大家画面上所看到的，和内部的强化零件，完全可以体现在精准度上面，让你在战场上无往不利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钢制直板机，吸引的设计，轻巧好扣压。XCC G1 终极战术卡宾枪，我们搭配的是198无声弹夹，轻量化的强化材质，高性能的压缩弹簧和精准上弹。它不只适用于 XCC G1 终极战术卡宾枪，它还可以适用于 M4、M16、M4 系列的电动枪。只有198的无声弹夹绝对是不够的，因此摩地我们还开发出了我们的专利产品。300发高容量的 BB 弹弹夹 ，Jet Magazine， 300发高容量的快速上弹弹夹，只需转动4圈半，即可将300发 BB 弹上弹完毕，让你可以在有限的作战时间内迅速的补充弹药。荧光 BB 弹使用摩地专利的模组化 LED 灯，方便拆装，让玩家即使在夜战中也可以玩得尽兴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我们在开发弹夹的时候，一直不断有蜜蜂来我们的公司筑巢。虽然我们请了消防队来了好几次，可是始终无法赶走蜜蜂的热情。因此，我们决定让蜜蜂在我们的公司筑巢。这也是我们弹夹，蜂窝型弹夹底座的发想来源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蜂窝型弹夹底座。一般生存游戏的玩家，总是会希望为自己的装备、为自己的枪支添购一些不一样的设计，
因此蜂窝型的弹夹底座可以让你为你的弹夹换上不一样的装饰。市面上大部分都是采用于硬式提拔的，可是我们摩地使用的是软式的提拔，它可以让你轻松好使用，并且快速的上弹。SCG1 我们提供了45度收边快速选择钮，所以即使你是左右手也不用担心使用不方便，低干涉，而且可以快速的完成设定。重新设计的人体工学握把和马达线组的隔板，不同于三代齿轮箱有马达座可以固定马达，二代齿轮箱并无此项功能。因此摩地在设计生产 XTCG1 的时候，我们在握把里面放置了一个隔板，可以让马达和电线分开来，彼此不会产生干扰，而且可以有效降低故障率的产生。人体工学的设计的六段可调式海报托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六段式可供选择，并且可以方便更换内部配备。采用滑轨式的接触导电，可以避免伸缩托在操作时的电线干扰。另外使用简易的六角工具，不需拆装上下枪身，即可完成出速、枪口出速和弹簧的更新的调整。再来，在枪托底端，另外我们新的后托设计，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既有的两个放电池的位置，我们还增加了新的空间，可以放入市面上大部分的市售电池。最后，在枪托的底端装有一体成型的 CQD 金属枪背弹环，强度提升，而且不容易断裂，双边都可以使用。最后 ，STCG1 终极战术卡宾枪，一下场就可以火控全场白中级的义军枪，让你可以体验不一样的生存游戏。